要不要开按先按开始？哦哦哦！来喽！为什么有人被烧？这是意思。为什么卡住了？我看到你了，boss！我看到你了，boss！我看到你了。你看到我了吗？好，开始了。我延迟超久。有人被杀了！我这边要重杀！有人被杀了！Help me, please go be。我不是哦，我先跑。你在跑吗？我们去大厅，大厅，大厅在哪？好，在中间。我找到桶了。没关系，狗币，我先撑着。干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快过来！为什么？我在后面，为什么有射？我刚刚听到有人在射箭，三小。那是警长跟凶手之间对决吧？谁是凶手？没关系。干，有人被杀死了。等一下，现在多了一个会增加尸体。我在大厅的上面，那现在多了一个会增加尸体的东西。看到谁是凶手吗？看到谁是凶手吗？没有。那你掩护我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。哦，靠背哦，盖上了来。等一下，那个女生怪怪的。A 超草莓，等一下再说，一定是逛进来的，不用管。我现在没在开采，现在在。啊？哦，所以。我这个警长没做事哎。所以。所以呀，大家记得打 GGO 可以加人品质。他摔死了。好了。哎呀，这是新地图哎。我操。坐矿车。是吗？蛮有趣的。哦，我又卡了，报告完毕。哇！救人了，人好多。我是无辜的，相信我。干，我有弓箭，谁？你是警长，你是警长，警长救我！我在追着我，警长，警长。好，那你不要杀我。尼莫在哪？我不抱你。尼莫说他是尼莫，给尼莫来玩。啊，尼莫你杀，但是不要杀到我。对你杀到最后，我们再跟你 PK 就好了。让尼莫赢你一下也没关系啊。我听到他杀。可是他说不是欸，他说 is Dilly， 不是你吧？那他们不懂中文呐、啊。他们说是滴滴滴啊。有一个中国人，不是吧？他干被杀了、啊，靠北哦，干你娘！被谁杀？不是尼莫啊。那尼莫的话，尼莫谁卡哦？你死在哪？哇！你告诉我你死在哪？我死在上面，没有我看。我看到警长。你有骗我啊！明明就他们说滴滴啊。尼莫，你有骗他妈一个死臭小孩乱骗。等下，他说弟弟长什么样子？他刚就在我旁边，好。红色头发的那个，你还在那里骗？我看到狗兵了。你看到我的遗体了？你来看我。你后左边后左后有两个，那两个应该不是。你的造型好 Q 哦。有人拿到弓箭了。但是那个人也要会玩、啊。哦。你说是谁 ？BLA。不。哦，你朋友，他朋友是凶手。你朋友很会玩、啊。而且有人就死在我旁边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要注意我四周。死掉的时候是来逛一下新地的。
蓝色头发啊，不，就是他。靠，Peter，你还跟着他？干，有人还他妈在那里坐矿车，三小。他喜欢玩矿车。你往，我们确实都死了，而且死得很冤枉。哎，有人躲在其中一个矿车一站。然后，这个人根本完全自然系啊，他的造型是灰色，结果站在那个石头旁边，然后凶手就这样路过他。这个人拿着弓，然后坐着矿车，不知道从哪小。他是杀手。拿弓呢？对啊，现在不是他手也可以拿弓啊。哦，是哦，他到终点就把一个人杀了，凶。对啊，是 Black 啊。没关系，兄弟们，再撑一分钟，这个杀手就要输了，撑着，撑着，不，那他杀手看到他的位置了，他要去找他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终点站，终点站，死亡终点站。哎，这里完了是可完以了完买东了，西吗？的地方吗？那不行，那边不行，完了完了，这个人我觉得要死了，要死要死了。哎，没，大家也没看到。他要坐走了，这个人好强哦，一直在玩矿车，加油啊，矿车姐就靠你了。矿车是怎样做一次一个金这样？对对对，矿车姐就交给你了，矿车我有姐找加到了，油，矿车姐还有几秒？靠你了，10秒，九，等你我玩。杀手输了。四三太多人还活二着。一，yes，yes，聚聚，加五卡嘛，是随时准备开卡。然后我就要下了，剩2分钟要下。